スマラン。スマラン！スマラン！爸，等一下。这个就是今天刚下炕的腊肉，来我切给大家看一下。确实，刚下炕的腊肉是没有我们之前切的透。但是味道和之前的都是一样的。吃饭了！爸，等一下，他们不仅说我们天天用同一块腊排骨，而且还说我们这些菜是假的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些是不是假的？如果你们细心，就会发现我们之后的视频用